抓螃蟹了，老铁们呢？哎呀哎呀，下一下就支棱起来了，眼神挺好使哈。老铁们喜欢户外干海的，给主播点点关注，来吧！哎呀，晚上开启直播了啊！不太大啊，不太大，小母子。龙骨虾去虾线啊，先去头，尾巴最后一节啊，停这儿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有很多朋友说你能让我看看八爪鱼是怎么喷墨的，我就给你个双击啊。那么好，跟大家说一下子啊，这个八爪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它会本能的把自己的墨水喷出来，掩护自己逃跑啊。人家别的小朋友那边都有很多的双击了，咱家老铁进来能不能给我这个小朋友点个双击，关注我，看我下午赶海直播喽。天气还是冷啊，小螃蟹还抱团取暖呢，两个小螃蟹。赶海了，老铁们呢？喜欢赶海的给点个关注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大海里边有很多的贝类，还有小螃蟹啊，它都会卧沙，你用眼睛是看不着它的，必须善于发掘才能找到它们啊。有的朋友一进来就给双击了，有的老铁没看完作品就离开了。其实给别人双击作品可以提高自己账号的活跃度哦。啊，关注我，看我马上直播赶海喽。